是薪水偏低。第一天面试，前辈经劝世前世之外是这辈子才做电视，不编辑节目，但预算是限制，欺骗简单厌世，跑变数也现实，脚本写不好，坚持在你面前死。家人说这种工作你最好还是别做了，网友人说台湾的电视早就没救了，金主爸爸说抱歉但已经赔钱赔够了，夕阳产业要怎样跟网络决斗呢，但还是想完成心中的杰作。摄影主控器材自主人控车也没人喊错，谈到五四三二没人感动，全场目光跟着镜头转动，播出前五分钟字幕还是感动，全场空人歌手醉的派 Hit the band strong。 我去有我感觉我跟家己说爱他，因为去第一摆表演我讲阿华 man 你是准备好无，我当天看甲看遐滴会长好诶 OK OK， 放下我所有诶牵挂，爱情即届我要转圆过，阿爸咱准备去出发是东山，等下诶心情我会变了无同款，咱诶所有打拼换来你一句无通。吃过平底锅，我们一人一泡量，足够。
去往下打咯。原住民上车哪里很多肉，阿公叫母语都穿巴嘎牙肉，原住民长得都很帅，抽烟抽脸都咋可以冰冷加上，原住民也三足就是我们身上仅剩穿着 Air Force， 我阿公说他猎过 Dinosaur， 都打勾的槟榔加上小米酒，原住民的三叔就是公狗了。我们身上仅剩穿着 Air Force， 我阿公说他猎过 Dinosaur。从讲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，先不管是否更成熟了，重点是我们存活了，我们存活了， Thank God 我们存活了，先不管是否更成熟了， Thank God 我们存活了，有的梦被消磨着，有的干爆了，眼光红了，节目还没爆红，道具爆预算，红的压力爆棚，被嘲讽炮轰上空，主持人还得保持笑容的，有的出彩摄影棚里吐彩，有的为了这一回就搞得负债，有的一年三百多天躲在户外，热阳光曝晒，日出拍到木赖，一天五斤怒派，一星期快不快，还是性格都没喊累，你怎么敢不嗨？同人节目没有抽烟机，只有烟机，主厨没空备料，蜘蛛人在烟机，空了没放乖乖， Dangerous 开拍前面拜拜，见鬼啦，鬼可怕是薪水偏低，第一天面试前辈就劝世前世，这外事这辈子才做电视，不点击节目但预算是限制，欺骗简单厌世，跑变数有限制，脚本写不好坚持在你面前死，家人说这种工作你最好还是别做了，网友人说台湾的电视早就没救了，金主爸爸说抱歉他已经赔钱赔够了，夕阳产业要怎样跟网络决斗了，但还是想完成心中的杰作，摄影出空器材自主人看车也没人喊揍，听到五四三二没人感动，全场目光跟着镜头转动，播出前五分钟字幕还是感动，全场空人歌手醉的派 Hit the bass strong， 你把你的梦想献给观众，看手播的感到生活肌肉酸痛，回顾过程 so hard， 每次休假家人秀的 love 也重新点燃火花，妈妈问你为何节目结束还要盯着荧幕右下，你微笑不说话，默默看 my roll call，存活了，